红诺的摊位呢，哦，跟各位介绍一下，红诺呢是台湾呢制造越野车、制造这个遥控车呢一个非常非常老字派，哎，老招牌、老字号的超牌。那么呢，介绍的红诺呢，就一定要介绍一下我身边这一架 X2 CR 这台越野车。这越野车什么特别的呢？在8月18号的时候呢，他才刚刚拿到这个中国大陆这边全国体育竞赛的一个全国赛冠军哦。这 X2 下呢，它的整个底盘的结构，还有它的二楼板设计哦，还有它整个的可调性以及它避震的悬吊系统等等，都是非常具有一个竞赛的价值。那么呢，这台车呢，已经卖了有一段时间，那它已经通过了许多比赛上的验证。那其实呢，现在流行一个东西叫做油改电。油改电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燃油引擎呢改成电动马达，这是目前的一个趋势。红诺有推出 X2E 的这个改装套件哦。那如果你的车型是 X1 的话呢，没关系，它有 X1 改电动的一个套件。那么这里面呢，包含了有改装的车壳，还有一些电池座、马达座等等的哦。那这样子在盒子里面看得不清楚，没关系。直接给你们看实车，这一台就是 X2E 哦，也就是电动版的。那么呢，刚刚说为什么车壳要换呢？来，你们注意看一下啊，因为呢这个电池的高度比较高，所以盖上车壳呢它会干涉到，所以它就把它做了一个加高型的车壳。那么双边呢有一个进气孔，可以对马达呢以及这个电池做散热哦。那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要散热特别加强一下呢？因为马达的高度比较低，所以它不像引擎一样呢是整个散热头露在外面哦，所以它的散热变得非常的重要。OK， 那么呢，油改电的部分呢，大部分的我之前看过一些油改电的越野车呢，它都会保留两个舵机，一个负责转向，一个呢负责刹车。那么呢，这台油改电的车呢，它是靠着无刷马达本身的刹车在进行的，哦，所以它的缺点就是本马达温度会比较高一点。那这个油改电的套件当中呢，包含这个马达座、齿轮，哦，它同样是保留钢齿的结构，还有这个电池座。那么呢，这个电池呢是规定，在一个现在一个世界上的规定，就是说你可以用电动的越野车的一个比赛的级别，那么它的电池的规定是14.8伏特的电池，所以呢这是有两个7.4伏特所串联起来的一个电池包。那么呢这个是后面的电条呢是150安培哦，你可以注意看到它是带着这个电风扇哦，那它的整个散热呢哦是为了要加强它的散热的部分。虽然它是一个有油感的一个无刷的电条，但是它本身这个马达呢并没有一个感应线。那么呢这台车的缺点呢，油改电的缺点是什么呢？哦，基本上因为光是这个内转的马达，因为线圈的关系，它的重量就很重，再加上两颗电池呢，使得这整台越野车的重量非常的会重很多。那么重很多的情况之下，有什么地方要改？车重的改变呢，当然悬吊系统就要改，因为越野车很多跳台，当一个飞跃跳台下落地的时候，如果避震器没有设置好的话呢，哐的一下可能就已经撞到底盘了。那么呢，所以这个油改电的车，它有个地方要强化，就是它的弹簧，它的这个弹弓的弹簧呢，要做一个加硬动作，然后里面呢，的油呢要用比较硬的一个避震油，所以呢，这个改变是比较大的。那电的改油改电的车跑起来是什么感觉呢？根据台湾知名车手叶洽新先生他所说的呢，就是说这个无刷马达的车呢，跑起来它的瞬间的动力，也就是我们枪控有没有在空中油门的时候会点棒，嘿嘿嘿嘿嘿，电动马达的这个反应，一个瞬间的力量会比较大，呼呼呼，反应更快，所以呢玩起来很过瘾。哦，他说虽然说这个加速的线性跟引擎不太一样，但是这个油改电的车玩起来蛮过瘾的。好，那除了这个越野车之外呢，还有什么新产品呢？再跟着我过来看一下。说到红诺的最新产品呢，就是我面前这一架 X11 哦，也可以念成 X101， 这样听起来蛮帅的哦。好，这一架的车型呢是一架日本名厂所做的车型。那么它当然啦，车壳的部分呢比较不重要，我们来看一下内观。内在部分呢，它是属于一个电动的四驱的房车。那么呢，它的特色在于就是说它使用的是这个玻璃纤维的底盘，然后再来就是玻璃纤维的二楼板，
这个呢可以降低它的一些生产的成本。那它的传动方式呢是使用一个直轴的方式，直轴的方式。那因为这台是 RTR 的版本，所以呢它的本身的马达呢搭配一个白马达，然后直接驱动这个齿轮。然后前后差速箱里面呢用的是滚珠差速，滚珠差速它一样可以，就是来作为练习的话呢，非常不错哦。因为它的轮胎呢，这是很简单的一个胶胎，还有一个电镀的一个塑胶的框，所以这一台车呢，它 RTR 的形式就是 ready to run， 就是只要你买回来，它已经组装好了，你只要装上电池，它就可以很肆意的奔跑啊。那么呢这个电池的部分呢，它采用一个快拆的方式，然后电池在组装相当方便哦。那这是它的传动的结构。一拉二，这样子还蛮不错的。那么呢讲到直轴车呢，红诺所曾经推出过许多直轴车呢都相当的有名，例如早期一点的 LD3 还有 CD3、尤其是 CD3 在台湾还有一些美国的一些相当大的一些赛事当中呢都取得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比赛的一个成绩。那么我眼前这一台这个 X11 这一台车呢，它如果其实它经过简单的改装之后，它就可以符合现代的潮流，也就是漂移。那么怎么改装呢？很简单，它里面用的是滚珠差速，对不对？把里面的珠子呢拔起来，把差速锁紧，把后面的差速不是前面的，是把后面的差速锁紧。那么呢，前面让后面让它当类似有点直轴的方式，前面让它带一点这个有差速器的功能。那么再换个漂移胎呢，它就可以成为一台很好的漂移练习车。那么呢 X11 如果你有兴趣想要入门小型的电动房车的话呢，论质量论造工还有论它的材质，这一台的确还蛮适合作为一个初学入门的一个选择。好，谢谢。